这次的委托人同样来自北京，一把迅平做的三德刀 VG1 的核心钢热处理硬度60。由于使用不当，这把刀的刀刃出现了多处崩口，并且呢，在刀身上有一小块浮锈。另外呢，刀尖已经被戳掉了。大家看到这里可能想问，到底是先修刀尖还是先修刀刃？这个呢，要视具体的情况。当你看到这样程度的一个崩口，再回过头来看一下刀尖的受损情况，不难发现，如果将刀刃的崩口完全修复之后，刀尖其实已经不攻自破。除此之外呢，还有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，就是这把刀的刀尖稍稍的朝左侧有一点歪。在磨刀之前呢，先要把刀尖正过来。如果是这样放置厨刀的话，刀尖是朝上有一点点翘。如果把它反过来的话，刀尖会首先挨到案板。确认好刀尖歪的方向之后呢，下一步我们就要做矫正。首先呢，要像这样将厨刀放在案板上，然后呢用手指按住歪的位置，另一只手呢轻轻的向上抬一下刀柄。需要注意的呢是防止矫正过度，一点一点的抬，一点一点的增加抬起的量。简单的做了几下处理之后，刀尖已基本矫正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去除浮锈，我们需要这样一个纸团，然后加上一点点抛光液就可以了。就这样顺利的去除浮锈，接下来登场的呢就是毫无悬念的180目荒底。
咱们一起来看一下180幕两个回合之后崩口的修复情况。不难发现啊，刀尖已经基本上快修复了，刀身前段的崩口已经都打掉了，只剩下中后段的这两处非常小的崩口。把这两处崩口修复之后，刀尖基本上会被完全修复，大概还需要一个回合的样子，这两个崩口就应该可以完全修复。这两处崩口修复之后呢，我相信刀尖也会被完美修复。和预想的情况差不多，刀刃的崩口已经基本上找不到了。同时呢，刀尖已经被完美修复了，没有去动刀背，非常完美，非常理想的一个结果。这是另一面的刀刃。可能大家已经发现了，刚才在修崩口的时候，我选用的角度比我正常磨刀时的角度啊要稍微高一点，这么做的目的呢是为了能够快速的修复崩口。现在呢崩口已经完全修复，我需要用正常的磨刀角度正式的给这把三德刀重新开刃。在修复崩口之后呢，这把刀的刀刃弧度依旧与原厂的刀刃弧度保持一致，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。无论你怎么磨怎么修，一定不要改变原厂的刃线弧度。那接下来呢，我就正式的用正常的角度给这把刀重新开刃。重新开刃依旧是荒底的工作，因此呢还是这块180目。
现在呢，崩口已经不存在了，因此呢，只要可以均匀的摸到卷刃，就可以磨另一面。现在呢，正手位和反手位都已经摸到了均匀的卷刃，这个时候呢，只需要在180目上给这把三德刀做一个收尾，接下来呢，就可以换下一个目数的底石了。接下来呢，需要用一张纸来检验一下劳动成果。切纸的过程呢非常顺畅，没有丝毫的卡顿，这样呢就说明这把三德刀受损的刀刃已经完全修复，同时呢180目呢有不错的锋利度，接下来呢可以安心的跳到1000目中底。